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今天想要记录一些韩国比较日常一点点的生活记录。然后我现在人在梨泰院，然后因为有朋友啊来韩国，所以呢等一下会跟他们见面。好热哦，今天超热的，超级热，我觉得现在应该已经有28度以上。梨泰院就对像这样啊，后面就是比较有异国风情感的建筑。其实我蛮喜欢梨泰院的，只是因为梨泰院真的就是太多山了，所以很烦。然后我现在在寻觅一间咖啡厅啊，你看，又是要走山，我的咖啡厅就在山上。不过今天天气很好，所以很开心。那等一下这间咖啡厅呢，我相信你们也会很喜欢，因为它超级无敌可爱的。天哪，我看到有人在排队了，觉得心很累。耶、yeah, ！我现在坐在咖啡厅里面啦，就是《玩具总动员》的咖啡厅。然后它的东西有点就是不怎么样，但是里面真的超可爱、超好拍。然后我今天跟两个朋友一起来，他们超厉害的，他们全身上下都是三眼怪，对，完完全就是《玩具总动员》的控。那个三眼怪的衣服啊，我也穿三眼怪哦。对啊，很夸张，他们夸张有备而来耶。超夸张的，然后完全没有。他们刚刚买了2000多块了，这边一大堆，2000多块，很会买。可是来玩就是要来买的啦。有需要分享买的东西吗？好，分享一下，有什么可爱的？那个，你看这杯子超可爱的，很可爱。然后它到时候是可以拿出来变三个图案，这样很可爱。那个行李吊牌呢？然后今天最夯的是这个行李吊牌，我们买了6个。其实我有点想买，可是因为我已经有了。软来人了，哎，行李吊牌超划算呢。然后还有一个是胶带，这也超夯。胶带啊，这可以贴墙壁的。对，三眼怪胶带。抽到两无限次的，还有看看哦，我买了2支笔，三眼怪的，也可以。那个猪火腿猪，很可爱。耶、yeah. ！然后呢，这一家呢，其实算是一间快闪店，就是它每一季都会有不一样的装饰。然后这一季呢，就是《玩具总动员》，上一季是小熊维尼，然后我现在在他们的屋顶，就是 rooftop 的部分，超可爱，超可爱，是不是超可爱？超可爱，跟我们人一样。对啦，还有这边有个小小的露营的感觉的摆设，也是蛮可爱的。哎，还有这个，这好可爱哦。超可以的，我要来大拍照啦。这边还有一个露营车，超级可爱。Thank you.
超级可爱的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山岩怪啦。虽然说它质感没有到非常好，但是就是它就是你原本的冰淇淋再加100多块就可以拥有4只公仔，然后我们目前就是还有买到，但听说有些门市已经缺货了。今天就是一个玩总日，今天是玩总日，因为我是玩总粉，因为爆阿里，我们超幸运的，一问的时候就有，马上哎，你看，超可爱，可爱一次买就要买4个，然后它的盒子长这样，你看，超可爱的吧？可以拿去送人。牧羊女跟狐狸，然后后面这边是巴斯，怎么没有三眼罐？没有三眼罐，然后这边是4只公仔的图案，狐狸也很可爱，是真可爱。这样一字排开也太可爱了吧，完全就是少女心爆发。这什么口味的 啊里面有巧克力球的，因为韩国人蛮爱吃冰淇淋的，他们就算是吃完饭啊或喝完酒很喜欢来冰淇淋店吃冰淇淋，蛮特别的。然后这是因为玩具总动员热潮，所以呢就有跟他们联名。然后呢最近大创啊他也有跟玩具总动员联名，超级可爱。然后因为它里面是不能拍摄，我们刚刚买了超多东西，里面有超多我跟我朋友一起买的，真的很可爱。而且因为大创就是很便宜，就是最贵也才140几而已，所以真的可以来买一下。但是我们刚刚进去看了之后发现东西真的已经剩不多了，明明才开卖几天而已，然后就没什么东西了。原本预期想买到很多三眼怪的东西，可是就是都没货，缺货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宏大吃晚餐，你们想要吃什么？我要去吃锅包肉。锅包肉，哎，真的锅包肉，每个观光客都想吃锅包肉。香港特别好吃，香港饭店0410吗？对啊，为什么？超好吃，超好吃！锅包肉是有钱人才能吃的，所以我假装我自己有钱。就是我第一次来韩国也有吃，但后面我就都是朋友来了，我才跟他们一起吃。可是大家来了都爱上。对啊，就是好吃啊！而且我们有吃过路边摊的炸酱面，吃起来完全不一样。然后我去日本还有吃韩国街的炸酱面，也是完全不一样，就不行。所以就只能爱上韩国炸酱面，就只能在这边，而且只有那个那间的好吃。好，认真。现在来去吃吧，拜拜。나나나나를믿어줄래